绵横亘的马祖列岛，是由南竿、北竿、东引、西引等大小十个岛屿所形成的一座海上长城，正是扼守闽江口、连江口和罗源湾的要冲，正是守卫台澎的安全保障。马祖地区近年来经过政府的大力扶持，并且推行宜农并重、工商并重的政策，使各项经济建设突飞猛进，居民的生活也因此得到普遍的改善。首先，请问乡长啊，这个一般人民的生活怎么样？我们马祖在这几年与石门关的宜农并重、工商协调这个政策实施以来，我们一般的民众生活普遍都改善了。现在每个月民众一般的人数都可以转到2000多块钱，但是对待一般的家庭来讲呢，大概普通的5、9口，多的8、9口。在这里面生活，他两个服务我，一个叫在东海，一南面的就打鱼，这里的生活呢，都可以过得下去，不但过得下去，有的家里面还可以，过得很好。那么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最缺乏的是什么？现在目前我们马祖呢，最缺乏的目前还是水源缺乏，因为我们的四面山，外面的是海水，那个水呀比较缺乏。我们也今天也希望能够在后方的这个同胞们能够，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帮助我们马祖地方开发水源，让我们将来这个水方面能够改善，所以农民也帮助很大，在农民的生活上帮助更大。在社会福利方面，政府也不遗余力的加以辅导，对此又有所长，成立了育幼院，收养无依无靠的孤儿，使他们能够有机会接受正常的教育，为此老有所养，更积极的充实安老院的设备，使老年人能够颐养天年。此外，更设有卫生院，致力于卫生防疫工作，并且全面支